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。近日，青年演员肖战的好消息非常多。其中，在新剧《藏海传》的预约量上，有一位影视公司的 CEO 直接曝光了肖战《藏海传》新荣誉。不知不觉中，这部剧的预约量就要突破两百万了。这样的夸张影响力，实在是无人能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剧已经成为了人尽皆知的爆款，目前都在等待着播出，拭目以待即可。据悉。 网上有一位影视公司的 CEO 发文曝光了肖战取得的一个新荣誉，和肖战主演的新剧《藏海传》有关。这位影视公司 CEO 直言，肖战藏海传的预约量将要突破两百万。要知道，目前这部剧还没有任何定档的消息，这种情况下，预约人数越来越高，非常牛。对于肖战来说，作为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好演员，肖战一直都在铸就爆款，毫不夸张。 肖战每一部作品都是爆款，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都在翘首以待，希望可以早日定档播出。目前这部剧已经收官有一段时间了，定档的消息迟,迟迟没有等来。另外，在肖战所谓的新剧组领域的前景，致我的答案无悔追踪、江门读后等非常多新剧组都在传肖战，尽管没有官宣，但是足见肖战强大的影响力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也会一如既往支持肖战。 作为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未来的肖战一定会顺顺利利。希望肖战坚定脚步，再接再厉。不管肖战拍什么戏，作为观众和小飞侠，都会继续支持和陪伴肖战，不离不弃。肖战非常棒，等待官宣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，follow 一下本频道，专注肖战作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